Hello， 我叫 Kelly。Hi， 我叫刘宪帝。我姓黄花。今天圣诞节我是 guitarist， 还有我是演员。今年我参与圣诞节的赞美操。我这次 Christmas involved 的是drama backdrop 跟道具，对。我这次圣诞节预备，我遇到的是要准备很多东西，然后人手不够，要跟导演沟通好，这些都很不容易。毕竟我不是演员，所以在那个演戏上面不是很厉害。我们有时候晚上睡觉也在想着怎样跳啊。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节目的话，可以来看看一下。来了解一下教会到底是怎样庆祝 Christmas 的，不是特地来 support 我啦。当然期待更多新朋友来到我们教会，然后就大家就可以一起 have fun。